哎，训掉了，舞王哎，哎，需要踢啊！应该选某某吧。 OK， 整个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戏。我觉得舞技很逊吧？不是很会跳舞吗？你大风车呢？遇到了花美男就不行啦。哎呀，求不起来就不要再求啦。威廉，威廉，对啊，再跟威廉跳一下。威廉贴一下，贴一下。威廉，舞技要进步，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了，好不好？贴舞的 feel 来，Go！好会唱，好会唱。三天哥，快点！ 哦，好贴哦，这么贴，这么贴，太过分了吧！一屁股就顶到外墙去，怎么样？这屁股够力吗？有弹力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谢谢我们今天的真诚，拜拜，很大方，而且又有一双美腿，是不是？来，再来，小。 小莫，小莫，看一下他的照片，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，这是化妆后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化妆前跟化妆，哦，他是化妆前就是长发了，对对，他是长发的，嗯哼，好，前说一下黑人哥，怎么有一点奇，像谁？陈建州，不像吧？有一点点，真的，有一点点。 真的好的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不好？小陈建州，小莫同学请出列。哦，是，像阿伟，像阿伟，像谁？阿伟不像啊，因为也是方脸嘛。哦，说腮帮子比较大，哎，对哦。等一下，再配个我靠，有效吗？ 这是一次要问的，我觉得老师说了，不管是眼睛、鼻子、耳朵，还是嘴巴，甚至连扁桃腺都长一样哦。班上有不人帮你取什么绰号？嗯，我是我们班的班花。班花，今天也是走小久仰，久仰，可是久仰吗？对啊。来，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？来来来，不欣赏我们拿一个弟弟。对。 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就觉得他蛮认真，而且很聪明。对，真的，我的才华你都看见了，优秀，而且跳舞很好看，真的。做一个手转，这个不如就来好不好？哦，对不对？这个要有挑动，放开一点，十秒钟的感觉。对啊，小杰跳，好，在这边，然后 OK，Here we go。 哇！干嘛这样？哦，小杰要输了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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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天踢地呀、啊。谁说花美男很柔？他过肩摔吓死你！我以前是柔道校队，我是台北全台北市第一名跟全国。哇塞！真的假的？要放轻松，他现在在哦。最强格斗技花美男广告后即将震撼登场。那重点要给我们才艺表演，才艺表演，谢谢小杰。有才艺表演吗？想给我们表演哪一样才艺？性感小野猫的顽皮豹。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欢迎我们小莫的表演。
你何必这样子啊？这么饥渴吗？人家的身体器官跟你都一模一样，不要动歪脑筋啊！重点不啰嗦，马上就来抽一个好不好 ？Here we go！ 哎呦，谁是的，他就是我们国际帅哥牙膏。来看看是相亲相爱摸鼻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必须要先征求这个好不好？小莫你的意愿，摸鼻子的部分。不是接乒乓球就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你也怕接乒乓球？你也怕他的嘴巴？正大，久仰大名了，久仰大名，一辈子甩不掉。久仰大名，好吗？架杠哎，磨鼻子几秒钟？十秒钟是不是？十秒，好的。可以出国比赛。人呐，也总是要走到这一步。对啊。整个所谓的国际帅哥，就是说他什么类型的通通都可以，都大家都认同你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嘴巴那个，我突然软掉。真的，好不好？这个磨鼻子的 feel， 是的，是的。Here we go， action！ 哦，九，大力一点，八，七，转圈圈，转圈圈，五，四，牙膏忐忑，牙膏耳朵红了，二，一，好的，哎，还 OK 吗？这个口气，他有声，他有吐气吗？我刚没有呼吸。说实在的，还好你没有呼吸啊，牙膏也没有遮着眼睛，要不然咱们游戏早就玩不下去了。接下来，下一位，这位花美男孩叫做香奈儿。香奈儿，我听名字就是漂亮。哎呦，是个混血的脸孔嘛，你看看，来看看，看一下她的化妆前。哦，哎，真的完全不一样的人呢。哦，她也是长头发，就对。嗯。重点，他这个他化妆前后差别很大哦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看他真人真面目的样子，好不好？欢迎香奈儿 ，Welcome！ 哦，是个高挑的男孩，你看看 ，Hello， 你好，香奈儿同学，来跟我们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香奈儿。哇。21岁是不是？今年22岁。今年22，吃什么可以长这么高？哦，因为我就是国中升高中的时候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妈妈给我吃钙片。哦，吃钙片，然后呢，在一个然后就抽高，就是每天晚上就是会抽筋。哦，一直抽筋，所以李泉，你看看你长得多高？李泉都傻了，李泉。对啊，你都看呆嘞，李泉。偶尔抽一下，没有很高，没有。这我觉得，而且现在就是每天就是早上起来，我最害怕一件事情就是长高。为什么不想再高了？不想再那么高了，对啊。可是那么高那么娘就很烦。哎呦，不会的。来来来，我们这个要怎么样？问一下问题，阿本，那你是吃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胸部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就营造整体的效果。这只是一层就是胸罩而已。我可以 touch 吗 ？Touch。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我们姐在下了。小马说：“小马，用电视的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身为你花美男最骄傲的事情，对啊，就可能大家都会称赞你说漂亮吧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就是，人家会说，哎，你可能男生的时候还蛮帅，可能女生的时候也很漂亮，就还蛮开心的。就是真的，他脸蛋五官好分明哦，然后皮肤很亮这样子。重点，你有看我们棒棒糖？哎，小玉有问题。”没有，